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欢迎收看看跨境叫阿米的阿米秀，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。近期eBay宣布推出跨境包裹运输解决方案 CPaaS， 一个全新的跨境包裹递送整合平台，目前覆盖亚太地区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印度尼西亚、菲律宾、越南等区域，使卖家能够在一个平台上有多种物流运输解决方案的选择。CPaaS 平台简化了卖家的订单整合和管理流程，减少了重复程序手续时间。具体来看，该一站式跨境包裹递送平台具有以下优势：一站式管理，卖家可以使用一个 CPaaS 账户同步多个 eBay 账户的订单，定制化物流服务。卖家可以从七家物流服务商中进行选择，找到最适合自己需求的解决方案。电子报关支持 CPaaS 自动传输 IOSS 电子报关数据，简化的货件信息管理，卖家可以同时管理和更改多个订单的货件信息，自动数据系统化，自动存储卖家信息和发货记录，简化准备过程，升级库存管理系统，更高效的 SKU Inventory Unit 管理系统，直观的界面，美观且简约的界面，让eBay卖家可以轻松处理订单和管理发货。据悉， CPaaS 平台提供七家国际物流运营商的服务选择，包括 SpeedPak、 Orange、 Fenix 物流服务、香港邮政、中国台湾邮局、泰国邮政、 DHL Express、 DHL E-commerce Solutions 和 Arimax。 同时，为了帮助卖家更有效地处理跨境运输订单， CPaaS 还配备了协调系统 HS 代码功能，且 CPaaS 平台会自动保存发货信息，方便卖家处理回头客的订单等。1000家外人次阅读，800家万字，1000家多篇的智库洞察，400家近500家小时，400家万字播放的视频案例，国内外原创跨境案例解读，尽在跨境电商案例商机智库阿米跨境。